怎么这么好看？这里是全部自动化的，全部自动化，好像生产线一样。看，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台湾有吗？有在台湾吃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在台湾吃过、哦，但是我在香港吃过50次。我知道，香港有很多吃席龙。对。然后这里全部制作要在上面拿杯子啊，拿湿纸巾什么的。好，好好看。嗯，有符合他们。你不是说要磁条吗？嗯，有符合他们自动车的概念。你要吃那么不健康的东西啊？嗯，吃一盘没关系吧？嗯，我们另外一块。嗯。有一杯茶、欸，可不是这好像啤酒。你刚才要薯条？你今天泡的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绿茶。绿茶婊就对了。绿茶婊就是我 ，I'm 绿茶婊。嗯。那你怎么喝我的？啊，对哦，可乐哇，可乐哇，绿茶婊是这样吗？可乐哇。嗨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琪琪的柚子烧来了。哦，他餐具在这里啊、哦。全部都是素食，一人一个吧，我们。好啊。你看看它比超商好不好吃？一样好吃。哦，不错哦。嗯、也是素食的沙拉肉米。你看这个人真的是全吃素。哇，这是素食吃到饱啊。对啊。好，等一下再舔甜点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的。好。棒。豆皮乌冬面，哎，有柴鱼酱的味道，柴鱼酱可以吗？你试试看吧。这可能要你吃的。啊，我不要！你先试试看，我帮你。你看他们都乱讲。薯条，还有薯条。耶、yeah, ，我吃薯条。什么啦？这个不行、哦。有番茄酱吗？我帮你把这个拿走，这个可能不行。你先试试看，啊，不然你只吃上面这个。别放在上面。面可能一点点可以耶，过一下水嘞。这不是葱啊，这个是青椒哦。对啊，看了，看是不是素的。我吃不出来，你要你吃，看一下。不是吧？你先吃你。嗯。感觉不是素的，但是你可以先吃一口看看。嗯这个给你吃一口，分开了那个汤。Oh no!